左边的朋友们拿到赠品了，请问一下中间要不要拿赠品？要，对不对？来，刚刚说到我是史上最爱放学的主持人，刚刚有说到沙威呢，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精益求精，让现场的女性朋友们都可以变得更加的有自信，更加的漂亮。请问一下，我们沙威今年几岁了？沙威25，来举手的时候直接喊出答案好不好？一二三，25。好热情哦，来，赠品给我两个好不好？我看到两个非常大声的朋友，来，再给我一份。请问一下，我们沙威今年几岁了？25岁，没有错。来，刚刚这位小姐非常大声，对不对？来，赠品接好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还没有拿到赠品的朋友们，举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还有很多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想不想拿赠品？想。想不想？想。想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，有没有可以大声的告诉我们沙威这次李优哥？哎，不够大声，来来来，赠品拿出来，大家声音会更大一点，对不对？送请问一下，沙威这一季最新的代言人是李优哥。李优哥没有出来，后面这位小姐手举得非常高，赠品直接送出去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想不想看到李优哥马上出场带给大家？